从青春起扔个篮。停，姐，你搁家不做饭，你这干啥呢？哎，我就是做饭。哎，你回来啊？不是，我跟同学约好了要去跳舞去，那你催命似的打电话，啥事儿啊？小米粒儿，你就知道跟同学跳舞，你不能教姐跳个舞吗？啥？姐，我没听错吧？咋？就你这，我这咋就不能跳舞了？啊，是不是二驴子又欺负你了？没有，他最近没回来，欺负我啥呀他？那是我大姐夫出啥事儿了？没有，我大姐夫出轨了。哎呀妈呀，亏你有这本事。哎，姐，你可别想不开呀。什么玩意儿就想不开？我跳个舞我就想不开了？这受啥刺激了？这是吃。姐，你生气了？没有。还说没有呢？你看你那嘴撅的都能拱地了。行了，姐，你别生气了，我教你还不行吗？真的？嗯，行，说吧。哎，你想学什么？学啥都行。嗯，那我就教你跳一段现代舞。好，行，准备好了啊？好 ，music。小米粒，啊，这叫啥舞来的？现代舞啊！这不是插秧吗？停！别，我这拢还没对齐呢。哎呀，姐呀，我求你了，别对了，别对了，晕死！看来这现代舞不适合你。你要不这样吧，我教你跳一段芭蕾。哎呀妈呀，芭蕾高雅，我喜欢。跳一段四小天鹅。哎呀妈，从小我就喜欢小天鹅。你等会儿啊，好，快点。哎，活动活动。小米粒啊，我准备好了。好嘞。不管姥姥姥爷，你就教吧啊！好，哎，那准备好了啊！好，喵嘴。大姐，哎，我今天看你这身打扮，啊，我就知道今天咱们家吃什么菜啊？铁锅靠大鹅。哎呦，我大姐可从来没这样过啊！大姐，你这是发什么神经呢？你这是？你还用问吗？啊，没看大姐这跳舞呢吗？哦，大姐你跳舞呢？哎呀，小米粒啊，我问问你，你是不是欺负大姐了？我没有啊，没有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大姐啊，是不是我大姐夫出事儿了？没有，这小子出轨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我没想到啊，他也能干出这种事儿来。没有，我找，没有。那你这是怎么了？你这是？我啊，哦，我明白了，大姐，你要减肥是不是？减肥我理解啊，像我大姐这样的，她苦恼啊。太胖了，减肥啊，减肥一定要减肥。但是有很多种方式啊，你可以去跑步，可以去游个泳啊，
做饭也能减肥啊？我都做30多年饭了，我也没减下来呀。你做的少啊，你一天才做3顿饭，从现在开始你一天做8顿。哎，你看看能不能减肥，我现在就饿了，赶紧去做饭减肥去，快点。不行，没看我这练舞蹈垫脚尖呢吗？哎呦，大姐呀，你可怜可怜咱家地板吧，你这吨位脚尖一立起来，这地板上戳的不全都是窟窿吗？小李豆子，有事说事儿，没事往旁边咕噜咕噜。你拉倒吧你！哎呀，小米粒儿，小米粒儿，我没发现你可太阴险了啊！哎，我怎么了？你说谁阴险了？你教大姐跳舞，教大姐干什么不好？你让她跳舞，大姐她什么身材？你让她跳舞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还不知道。哎呀，大姐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总愿意跟大姐夫在一块吗？这就是为了显得我帅。他一个意思。你挑拨离间。我什么挑拨离间？我什么挑拨离间？大姐千万别听小米粒子的。哎呀，还你还跳？不是大姐呀、啊、你说长成你这样就不容易了。你还跳舞，街坊邻居不得笑话呀？那丢的是咱家的人呐。跳舞你就跳吧，你还跳天鹅。有你这么肥的天鹅吗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大姐，你要真是天鹅，癞蛤蟆都不知道从哪儿下嘴。怎么说话呢？哎呀，爸来了。说什么呢你？不是，爸，你看看吧，你看看，你看看。我看什么？我看有什么好？怎么了这是？没事。什么洋相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大姐没出洋相啊，不怨大姐这事儿，这事儿就怨小米粒子。怎么？小米粒子教大姐跳舞，你说这就，看见没有，爸都生气了啊！大姐，你听我一句话，天生我才必有用，你不用跟谁比啊！爸妈把小米粒子生出来，那天生就是跳舞的材料，天生就这小身段，天生小男孩就喜欢。哎，爸妈把2米粒生下来，天生就是要嫁给我，天生就要跟着我享福的。爸妈把你生出来，咱家总得有个做饭的吧，对不对？大姐，你大姐就是给你做饭的。不是开玩笑。对，大姐你不光做饭，你还得洗衣裳，你还得做家务。你给我往那边嘟噜嘟噜。不是，我就劝劝你大姐。什么玩意儿？来来来，你过来。来，不是爸，你不让我咕噜走吗？你知道你大姐为什么要跳这个舞吗？疯了呗，疯了！大姐这就叫疯了。不是她为什么呀？她这是？你大姐这么些年不一直在照顾咱家那个老邻居那个赵大娘吗？啊，赵大娘我知道。那个赵大娘前两天跟我说了啊，说看你大姐呀、一天到晚忙这个忙那个，忙这个忙那个啊，唯独她自己没有快乐啊。这赵大娘啊就想出个主意来就说她想啊看你大姐跳舞，目的就是想让她快乐起来。我大姐天天在家做饭，我发现她挺快乐的呀。你吃的挺快乐。爸呀，你说我大姐，你说人家一个外人都能这么关心她，你说你自己家人你怎么就不能给他点自信呢？我知道我爱我大姐呀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大姐她那么胖，你让她跳舞，胖人不能跳舞啊。俗话说你给规定的。那你看俗话说的好吧，要俗话，你那俗话我最不爱听，又什么癞蛤蟆又下不去嘴了。你知道癞蛤蟆为什么下不去嘴吗？为啥呢？癞蛤蟆没你嘴大。我大姐她不会跳舞啊。你怎么知道她不会跳舞？她什么时候跳过舞？我告诉你，她小学2年级的时候啊，我参加过一回她的家长会啊，那个舞跳的都棒极了。哎呀，我的天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把你小时候跳的那个舞在这儿跳一遍，让她长长见识。哎，小米粒子，你坐这儿。小时候跳的舞，现在跳。哎，跳。小土豆子，你坐这儿。哎呦，爸呀，你怎么也叫我小土豆子呀？你看我跟他学的。小切包，你坐下吧。爹，你什么户？我们家这房子我付的首付。什么呀我？对，还是小土豆子吧。来来来来，爸。
爸，我都给忘了。你看，忘了没关系啊，音乐一起就想起来了。我爱北京天安门，天安门上太阳升，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。我爱北京天安门，天安门上太阳升，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。好。大姐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，大姐，你跳得太好了。是吗？我想起我小时候看过一部动画片，哎，小叮当。哎呀，你就是活着的小叮当啊。是吗？哎呦，大姐太好了。爸，哎，爸，哎呀，启发我了啊。是吧？哎，咱不是给赵大娘演出吗？对啊。哎，就咱们家这个艺术细菌，哎，咱怎么着也得出一台呀，不能就这一个节目。对，咱们家每人演一个节目，每人都得演。可惜你啥也不会。你听听，鼓掌的街坊邻居都知道。知道什么呀？我会说相声。不是，我说实话啊，说实话，这个相声啊，词儿多了我不行。嗯，哎，但是那个嗯啊，这事我会啊。哦，哎，爸，你行啊。文化馆的，我爸。对，我年轻时候说相声，我差点我就没出名。我告诉你，所以说咱俩合作呀，给大伙来段相声啊。啊，你来甲，我来乙，你给我捧哏，行不行？咱俩试试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来，上台鞠躬。哎呀，站在这个舞台上啊，我发现今天来的观众朋友们，他有个特点。什么特点呢？大家伙非常的爱笑啊，心情舒畅。对，我发现今天的朋友们啊，特别是冲着您笑，都喜欢我。谁的儿子谁不爱啊？我揍你！我告诉你，爸，说相声呢，说相声。我这是相声里边的相声吗？哎呦妈！哎呦，你这相声说的把你自己逗得乐够呛。来，往下说，来啊！再说了，我也没说错呀。怎么了？啊，你艺术家啊，把观众朋友们都比作什么呀？衣食父母。那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是不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呢？那没错啊。那把他们比作你妈，这不对吗？那大家就都是你奶奶呀。人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呢。你看我妈长得再丑，我不嫌弃她老人家。我们家再穷，我也得看着。哎，我打死你！我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行吧啊！爸，这算一个节目啊？还有什么？哎呀，不行，这不够，不够！爸呀！哎，就咱们家这个艺术水准啊，咱得来个压轴的。还得有个压轴的。对了，前两天我在电视上看见一个艺术形式啊，小合唱。小和尚，哎呦，太好了！哎，太好，我主演啊！哎，大姐啊，那个读书郎你会不会唱？我会呀。小美玲会不会？会啊。爸，你会不会？那我也会。来，咱就来这个啊！来这个啊！好，大姐，来，站好了。小和尚，你们小和尚一样啊！好嘞。来，精神点啊！嗯，来，开始。小么小二郎，背着书包上学堂。不怕太阳晒，也不怕风雨狂。吉普先生骂我懒惰，没有学问，我无颜见爹娘。浪里个浪，没有学问，我无颜见爹娘。呀！哎，爸。我发现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这个节目是我创意的吧？对呀、啊、所以说我应该是主演呢。你是主演呢？我没词儿啊。哎，我没词儿，我不上来我就当这个浪啊。姓郎这不行，这不算。这个小美玲，哎，你干嘛？你站这边，我站这儿。我得有词儿啊。大姐，你就再来一遍。再来一遍。站好了，盯着点。来，开始。小么小二郎，背着书包上学堂，不怕太阳晒，不怕风雨狂。吉普先生骂我懒呐，没有学问，我无颜见爹娘。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，没有学问，我无颜见爹
行不行，我肯定站的位置不对。不对不对不对，我站头一个，我站头一个啊。你大姐你看那边，我是主角啊。再来一遍啊，再来一遍，开始。我们去演出，你留在家做饭啊！我凭什么呀？我们呢？啊，不带扯里根浪的。我的妈！妈，小呀吧小二郎，背着那书包上学堂，不怕太阳晒，也不怕风雨狂，只怕先生骂我懒呐，没有学问，我不愿见爹娘，就不唱浪里根浪。